政大黑鹰跟台大西演哪个强？那一定是政大黑鹰比较杰出一点吧。政大黑鹰。政大黑鹰。你为什么想了一下？因为台大西演最近蛮强的。你觉得谁是最有可能走到最后的政大黑鹰？小卡比。那这次台大西演有一个夺冠大热门叫 Gummy B， 你认识吧？认识认识。你觉得现在台大西演跟政大黑鹰谁比较强？我觉得我最强。I don't feel so good right now to be honest. They wanna see me on TV but I don't want it.不过现在感觉还行， I feel like Giannis. They're trying to be my modest. I'm still one of the strongest. Say. 保持我的状态，麻烦 DJ drop the beat. 随便 freestyle 上个综艺也能兼顾 quality. So punch line 像射手里剑，忍者 heart 里连 gravity。都抓不住像传奇球星巴克利。你现在是现役的政大学生吗？对，我现在大四。又来个政大黑鹰的啦，怎么称呼？我叫宽走。我叫做瑞莎 Rap Shark。 政大黑鹰跟台大西演哪个强？那一定是政大黑鹰比较杰出一点吧。政大黑鹰。跟台大西演哪个强？政大黑鹰。你为什么想了一下？因为台大西演最近蛮强的。我还是降噪，然后之前来是政大黑鹰。那这次台大西演有一个夺冠大热门叫 Gummy B， 你认识吧？认识认识。你会想要跟他 PK 吗？如果他要选我，那就来啊。你觉得谁是最有可能走到最后的政大黑鹰？小卡比。大家好，我是小卡比 AK 龙之谷的风之骄子 AK 北投周星哲 AK 大智年轻版 AK 贺龙的学弟，国民前男友。政大黑鹰、台大西演哪个强？这要看你问值还是量。值的话，政大黑鹰比较强。哪个样呢？政大黑鹰比较强。我叫 Gummy B。 台大西演。对，你觉得现在台大西演跟政大黑鹰谁比较强？我觉得我最强。哇。这年头 Rapper 歌手多得像台北市都更爱，忙着上那些烂大街练才速成班，偶尔抛个表演，但是他们呼声短。直到2023 Rapper 鲨鱼出登板，我比 Legendary Just like my QPQ， 乐得好比 C3PO 遇上 R2D2， 转眼间已经顺利拿下三个出局数。我知道我在干嘛，无需你来出题目，球是我最强的武器，直球有时是为了偷袭，有时是为了赌气。 First game 让妈妈在电视前留守，跟台南乡亲打招呼。I come from the south， 像是20年的南霸天，让大家知道政大承认不是只有黄大千。在这中了头的枪子里，要钱就有一人一注赌那13亿。过去错的决定已经决定 ，Let it be，Let me bounce you like you never been。他说饶舌歌手多了像台北市的都更案，但你知道都更案很多，但成的很少。Woo。Representing 政大黑鹰 ，The former 社长 ，Make some noise for 小卡比。Tell me who's that？ 如果你有自信 prove that， 追不到的看我 move fast， 草地状元的 look pass， 保持我的状态，麻烦 DJ drop the beat， 随便 freestyle 上个综艺也能兼顾 quality， 射胖去烂像射手里剑。heart 里连 gravity 都抓不住，像传奇球星巴克利。不要爱上哥哥，不只是个传说。Button to the， 他只是个都市传说。嘟嘟嘟的 mini rap 在你的歌词穿梭。看我拿下 first blood， 好像在玩传说。Bad track trip 已经玩得 so smooth。他们说我变了，我是变了，都变现了 ，so cool 变 so good， baby I feel so good， yes si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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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是我今天算是相当喜欢的 punch line。Alright, alright. 下一位选手 is still in school. Make some noise in the house. We have 神经元。要你医学型的他考分数得破表，成了1.35还是没过高。在高中生活就是每天集中练模考，不其他人的分数怎么看起来都是被优雅没实力，就像来才在一无邪无处，不敢无处的领域只好如邪无处。入血无数，现在我们你得保住护士。不管你 AR BR CR EAM PM Block like DR ER AP 要你给现金，现太多 rapper 唱歌是动物，要交配差点发情。我错动就是会要 make it rain， 要将电话赢。上门前要表示客后，先想想要表示客后，他们都想要流量，所以歌词都抄。表示客后讨厌者，他们讨厌者，我来他们像个烧铁鹅肉，一生只会要一口，不唱到让你造成客的 wow。哇 ！Act like you know， 政大黑鹰赵一峰。眼前的绿洲化成了一片荒野，我独自一人站在那风口浪尖。我
的 vibe， 不搞 money 不搞金项链，从不曾被名和利遮蔽了双眼。昨晚梦里那熟悉的画面，在我面前朦胧如狼烟，沙漠中的诗人依然不停止向前。太阳自动杯倒一杯，时间能浪费，字句像镶金的香槟，如钻石般贵，三言和两语不爱成为你成长的助力，把批评和否认全都转化为助力。这是我的菜，因为我自己是非常喜欢在歌词当中描写很多的画面，可以让你有想象的空间。Alright, alright. Gummy B is in the house. Om nom nom. 他也是呼声非常非常高的一个选手。I don't feel so good right now, to be honest. They wanna see me on TV, but I don't want it. 快没有力气来 TV， 差点就疯子。Don't tryna be more modest. I'm still one of the strongest. Say， 眼翻为马鞋，又被怪得像是谁？眼翻键盘的嘴皮子，还在对谁讲是非？眼翻自己在意太多，开始妄自菲薄。But I don't 想着归宿 ，I came here just to play. I don't feel so good right now, to be honest. They wanna see me on TV, but I don't want it. 不过现在感觉还行 ，I feel like Giannis. Don't tryna be more modest. I'm still one of the strongest. Say. Yes, sir. 其实我唱的有点不好。你唱的不好？我大概76分吧。你给自己76分，对吧、啊？然后你刚刚三拍，我第一个加音就直接劈车。你谦虚到让人讨厌，你知道吗？啊，真假的？真的、啊。好了、啊，我超屌。更讨厌了。Okay、Representing 正大黑鹰 ，Kwanzaa's in the house。兄弟刚帮我转场，今天我就来拿奖金。你们默默的专辑，他们都说歌我还想听。没有任何背景，要做什么也都靠自己。兄弟们，兄弟们，等一下吃大餐，我来付钱。开香槟。生气，不要落发危机。给我野心太大的像吞下了蛇，干脆除了一张我还要做个，把自身愤怒像有埋死的魂。原来面朝着渐渐变得万能，变得万能，要用时间来证。一点都不剩，统统带走，一点不剩。能把我转场，今年我就能拿奖金。开香槟、啊，拿奖金，拿奖金，落法危机，落法危机，听得很不爽。你们战绩其实不错哦。没错，没错。所以你访问的时候问我说：“台大仙跟正大黑哪个比较强？”对，答案就在这里。